还是陈清。今天的主角是猫秀新品假奶，瀑布假水系列的。点兵点将，骑马打仗，点到是谁，谁跟我走。哎，怎么不是椰奶？好了，小九九落空。作为一个都没正儿八经吃过榴莲的人，这个榴莲，我为什么要把它拿上来？算了，谁怕谁。有两层盖子，这个味道还行吧，冰冰凉凉。比假水手感更实一些。哇，这样也行。拿着就是很滑，很有分量的那种，但它拉伸性又特别好。太有分量了，它不好抓，会往下坠。重拍和轻戳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。这个泡泡厉害啦，用网格也可以，总之还挺过瘾的，很推荐入手。最后偷偷告诉你们，我好像已经闻不到榴莲味了，大概空调带走了我的嗅觉。那下期见啦，拜拜。